好的，开始吧。今天呢是6月2022年，我是史蒂芬，大家好。和今天我要练习我的汉字读，所以在别的国籍，可能你住外边，所以你是expat，就是外国人，老外在别的国家国籍，你可能知道我的意思，因为如果你去超市或者衣服地方、餐厅，你看很多产品，但是你看不懂，你可能听不懂，但是看不懂别的标志，所以今天我试一试读一罐啤酒。我喝青岛啤酒，有的时候可能在周末或者每天，可能每天，但是不太早了可能4点以后我开始开喝如果要就青岛还可以就轻松的啤酒不太难，不太强不太呛的味道。所以，跟水差不多，但是味道水水跟味道好所以今天我要试一试练习就是这罐的汉字。我以前我复习预习我预习了，所以我有我的词汇可能。你能读我的词汇是很多字，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是很容易，但是我我读的时候，开读的时候，我开看的时候，我不知道很多字，所以和有的字我知道，但是跟别的字，所以就是一个字我知道，但是两个和或。三个字，我不知道他们的意思，所以我应该坚持在 plego。好的，所以开始吧。前面没有太多了，中文有很多英文，所以就是 classic 1903 original 这种啤酒我觉得好喝，别的就是新代的新的。啤酒不太一样，所以就是味道我喜欢这个味道，别的新的啤酒不太喜欢，所以但是没有中文就是 premium lager beer 青岛啤酒就是哎呀妈呀，我应该是知道精含量 net weight 精含量和。毫升就是500毫升，然后别的有没有在前对前面旁边就说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赞助商 sponsor，赞助商 sponsor，所以为了北京2022年奥会。在北京，所以就是很多中文在这边，和我这样对，有的汉字，青岛啤酒公司，无关产品，我不知道，我应该坚持好，所以是荣誉。产品 honored product，所以青岛啤酒公司荣誉产品，好，所以就是青岛啤酒经藏精酿，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翻译精酿就是像 classic 或者 craft 应该是。所以始于since 始于1906
2003年，中国的世界的 From China to the World。1903青岛啤酒经典什么？窖藏新的代表。甄选上称原料。原则1903年的两段发，我的声音的可能错的发，搅工艺 ，so fermentation process， 长时间读文，精酿，所以。Low temperature. 好，到低温精藏，哎呀，精酿。早酒醇香色温的口感体验。示意，哎呀妈呀，是错的。早酒醇香色意的口感体验 learn through practice 好，所以就是第一部分第一讲，然后就是一点不太难的。好，所以看一下原料 ingredients 水、麦芽、大米、啤酒花剂、制品，我觉得就是 yeast 应该是 yeast。酒精度，所以 alcohol content， 不知道怎么说 less than 4.4%， 热心标准 GB/T 4927，质量等级有机，所以就是 superior quality， 有机，对啊，有机，然后体验合格。体验合格，我忘记，好，保质期365天，生产日期，那是批号就是lot number 批号，尖角，对，哎呀妈呀，尖角汁。什么的码，不是批号 ，pen码，spokes number， 所以就是那边，所以尖什么的 D， pen 码，所以在管儿下的管儿那边，就管儿的屁股。储存条件一在5度25度避光储存静止加热或0度以下冷冻是 don't freeze it 建议饮用温度8度到15度，服务电话400-680-0899或者800-860-0899所以八和六就是丰富的好是量在中文过量饮酒有害健康，所以不太健康为的你的身体，所以不喝很多啤酒，少的啤酒喝。生产商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地址青岛市市北区东洲路56号产地山东省青岛市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所以他们的 registration number SC11537020300222。哎呀妈呀，所以不太难，因为很多
数量，我知道我的好的啊，我的数量在呀、啊，数量在中文啊，然后啊，就是什么的亲手印什么的时刻，我不能读这个。好啊，原买记忆度，所以 10%， 不知道什么意思。好，所以和 Alpine skiing， 所以。高山熬或雪好雪应该也坚持好坚持高山滑雪所以 Alpine skiing 然后我坚持这个就是原买之浓度可能 consistency barley consistency啊和然后我进去了这个好所以就是说云想 tidily tilled arranged enjoy 欢聚时刻所以 enjoy it all together happiness 所以云想欢聚时刻好所以就是一罐啤酒进到啤酒现在干不是现在一口可能现在一点暖所以我要放在冰箱里喝可能一个小时以后这是冰的啤酒好谢谢你谢谢为了看我的视频和明天见再见拜拜